每次一说你就这个态度，你做错了我还不能刷，带你一天我起码少活半年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你要带我一天少活半年的话，你早就没了。你说你好端端的抢人家东西干嘛？我没有抢，我这是分享好不好？我都把我的好吃的给他了，他是不是应该把他的好吃的给我呀？人家不同意交换，那不还是等于抢吗？不是你教我的吗？分享很快乐呀。那也要尊重他人的意见啊，如果人家不同意的话，也不能勉强啊。那还是他哥就开小了。跟你说话真是费脑子。你有脑子吗？还说费脑子。儿子，你知道你爸为什么娶我吗？这个问题有点棘手，不太好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为民除害。哎呦我的妈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你知道我们班同学为什么每次都考第一吗？为什么？今天老师问完我才知道，他爸原来是博士，他妈是硕士。就这家庭条件，能不考第一吗？那问你了吗？问了。你怎么说的？能怎么说？他爸是男士，他妈是女士呗。那的是什么呀？哼，啥也不是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把电视给我停了。你的成绩出来了，看你考了多少分吧。你知道了还让我看？能考出这样的分数，自己找一下原因吧。妈妈，这两个人就直说呗，干嘛还管我们教的？还有你。就没有考好的时候，你们俩以后再考不好就别叫我妈妈了。好的大姐，好的大姐，不考不考。哎呦我的妈！对呀。晨晨，晨晨，嗯，妈妈问你一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先看完哈。怎么又在看这个片段呢？等到大年初一，妈妈带你去电影院看，可以吗？好吧。趁爸爸不在家，你能告诉我爸爸的私房钱在哪里放着吗？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那你快告诉我他的私房钱在哪里放着呀？这是第二个问题，我不能说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为什么？叮叮叮！问你们两个每人一个问题，晨晨。等爸爸妈妈老了，你只能养一个的话，你会养谁呀？嗯，你们百姓养啥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呢？我没得选，只能选剩下的那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后吃完的刷碗啊！你吃完了？对呀，我吃完了。晨晨，等一下妈妈过来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跟她说一下，她炒的菜太咸了，让她下次炒的时候少放点盐。妈妈不自己说呢？我害怕，我不敢说。好吧。妈妈，你炒的菜太咸了，下次能不能少放点盐？各说各傻子。那你觉得咸不咸啊？我觉得不咸，特别好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哥哥，你要是不想吃，你可以不吃。
点压岁钱的吗？还天天数啊？没办法，他给奶粉啊。就你这点钱，我还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那你是想放在兜里吧？我是有一点点私心。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呗，你能拿出那么一点给妈妈买套化妆品吗？你那里还有化妆面料吗？你不是经常嫌我丑吗？我买一套化妆品，我也漂亮漂亮。这些化妆是为了漂亮，你化妆是为了遮丑。那你要那么多钱干嘛？我攒起来留着给哥哥娶媳妇用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一定要得到你，得不到你我就疼。是不是可以牵你的手呢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想要压岁钱吗？我们两个压岁钱都在里面。什么时候存的？姥姥回去之前帮我们存的，她说让你替我们好好保管。有个东西给你。啊，有人。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，是我对你说不清的思念。哎呦我的妈！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乱乱的眼泪。哎呦我的妈！